有没有锁？啊？要什么锁？锁呢？这种。这种要多少一个？二十五块。啊？二十五块。哦。嗯，有没有别的种类的？拿一种出来看看。好的，来。先放着，我看一下别的有没有要的东西。支付宝收款25元。想一下那个，哦，要那个螺丝刀，这个螺丝刀，嗯，看一下。螺丝刀在前面挂着有。需要哪些工具？这种需要螺丝刀的。螺丝刀你装哪个手上都需要螺丝刀呀。对，家里面好像没有啊。那边。哪边？那边墙纸。这种便宜点的有吗？差不多的可以用的。差不多有可以用的，五块的。啊。五块的吧。这种，哦，五块可以了。哦，这个好像头比较粗哎。那都是通用的，你像这种常用的螺丝要这么大的，你太小的话，等下扭不动的。这样的。嗯。我们经常卖就知道了。好吧，你这个还真的不能用那个。啊，感觉头还太粗了。真的伸不进去。小尖一点的，我有时候可以多个地方用一下。来，你出来一下。有没有多功能一点的，换个头可以用的那种？那没有那么小的，多功能的不会有那么小的，多功能都是大一点的。要么买个这个的行吗？这种啊、嗯、可以啊，那螺丝能拧就行了。
这个你，这里，找到了是吧？这里，这个房间。哦，这个要钻进去的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要钻进去的，这是有点麻烦的嘞。这好像不用钻进去嘞。这不用钻进去。那一定要钻进去。不用。那这个孔是干嘛的？哪一孔？刚刚这个。它。它这个的话不需要装啊，它也没有螺丝固定的，它螺丝的这一揭开的话，它有螺丝的话，这样的不需要的啊。这个小的给你放哪里啊？你就放那个台面上了，装进去也可以装进去了。这个。